哦，因为我之前演的一些角色里面，其实都有碰触到摄影这个职业，所以我没有特别去学着怎么去摆摄影师的架势，因为平常做艺人的时候，也蛮多机会会认识跟交流，一些很好的一些摄影师的同伴，所以去看他们的动作，然后很容易就自己可以去做一个揣摩的感觉，对。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现场的互动环节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预示着票房大卖的大麦送给我们的仔仔和我们的导演安时间，我们大家一起来说祝电影票房大卖。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到来，那么最后呢，我们所有的朋友在现场的话一起来合照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一